次来这个溪头露营，溪头生态园区，来想说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边测速，但是看起来那个这边的停车规定是蛮严格的啦，吼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在这里短暂的休息一下，先帮个小孩用个药跟饲料让他们吃一吃，啊，待会我们去野怪村那边走一走，然后晚上再把露营车拖走。因为毕竟也好久没有来这里了，就当作是短暂的停车车泊。气管的，气管塌陷的药。啊，刚刚是压压的药，他们三个人每天都要吃，他们两个每天都要吃药。酷比是没有啦，但是两个就已经很饱了，再一个要吃药应该会晕倒吧。先把妈妈的药用起来，待会先给你个脚先吃药。宝宝，来，宝宝吃饭吧，来。出去外面，哎，看一下外面的环境啊。真的是没办法。这是今天车泊点，但是短暂车泊，待会还是要下去走一走，看一下好了。溪头的空气非常的好，天气真的还不错，只是可惜呀，要在这边车泊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。